大家好，感谢大家对光源宝贝儿的支持。上次呢，咱们做了几样模子，有面条，然后呢还有卤子青菜，然后还有冰淇淋，还有雪糕，还有饼干。今天呢，咱们要给大家做汉堡，看看汉堡是怎么制作的，让咱们一起来做一下。好，咱们下面呢就拿来食材，看看做汉堡的模子。这个呢是汉堡的底层，咱们来给它整一下，做一下。宝贝，你做点芝麻吧。等一会儿做点芝麻哈。黑色。黑色的芝麻。等一会儿啊，你拿黑色的芝麻。妈妈，可是你先别做顶盖。我先做这个呀，底部啊。这个是它的底部。妈妈，给我那个黑色，不那个。看看这个底部呢，咱们就做好了。然后呢，把它削平。那么你用擀面杖吧。也行。来，擀面杖给我用一下。就大擀面杖。这里呢有擀面杖，咱们要给它擀平。把它擀平以后呢，咱们就把它，拿出来，这就是汉堡的底部。妈妈，你的盖底部做完了，那要做牛肉了。妈妈，盖你先别做啊，我把那个底儿的。咱们要做一个牛肉饼。牛肉饼呢，把这个散的。妈妈，我把芝麻的形状给你放这里。这个呢是牛肉饼。妈妈，吃那个顶盖让我做吧。咱们把它擀平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拿出来了，看看。一个牛肉饼，咱们给它放到这儿。看看这像不像巧克力饼干呢？挺像。然后呢，再做一层蔬菜。咱们要给它做青菜。这怎么都干着了呢？妈妈，这有绿，这个绿好。这盖儿可能没盖严。青菜，要给它做一层青菜。青菜呢，用哪个模子呢？也可以用这个模子吧。哎呀呀，我不做哟。哎呀，你就自己那个什么捏点就行，那个不用做，搞那顶上。做的呀，太繁琐了。我刚才我做这个就是这样一点点做的，花心也是那样做的。那多麻烦呢。那样做的好啊。这是呢青菜，一层青菜，它放这儿。这个它的盖儿给我，要给它做盖喽。汉堡的盖。如果那顶上放那样做出来的，那不就很轻松了吗？直接往上一盖，一会儿你就直接往上一搁就行。多余的呢，给它嘎掉。有的时候，多余的我会往我那个。模子上去放一些，那样会一会儿就做出来一个，比如说糖果呀。我还能往那顶上多加点。看看这个汉堡的盖子做好了。咱们给它放到这儿。
好了，剩下就是你的啦。妈妈给。芝麻，咱们呀，上面给放上芝麻。这个色有点深了吧，黑色的。芝麻一般都是黑色的嘛。是吗？最亮的。妈妈，你有没有不要的碎面面？碎面面？没有啊。那我只好自己做了。每个颜色就一点。好了，一个汉堡就做好了。看看这个汉堡像不像呀？像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做的汉堡。呀，咱们做了这么多了，看看，咱们下面来做什么呢？下面我们要用什么模子来做点呢？这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压什么的？也是压那个饼干。那咱们来压一个饼干。你还让我往上搁呀？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个是巧克力饼干。黑巧克力饼干。不说是黑色吗？应该是深黑色的。这么黑，深黑吗？巧克力？那主要是这个黑。哎呀，那是黑色呀。巧克力哪有黑色的呀？那是巧克力。你以为我做啥呢？我做的，我寻思你做。咱们呀，给它擀的平和一些。我随便放，想放。咱们一会儿做点夹层饼干，巧克力夹有奶油的那种饼干。可是加有奶油的，那你就是，可是你得用两遍哦。是这样。好，咱们呀，哎呀，看看一个大饼干做好了。我推推推，然后把这边上啊都给它卡掉，修理好。你看我做的糖果。以后我给你做出来一个糖果，你看看多漂亮！这是我细心做的哦。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细心，不是像粗心。这个呢，巧克力饼干，咱们给它拿出来，看看这个饼干特别的好。来，咱们呀，再给它做一个夹心儿的。夹心儿是需要白色的。你看我做的糖果。你把那些都合到一起了，这样变成一个五彩糖果呀。咱们呀，把这个奶油呀给它做上。糖果放到上面，夹一层奶油。我看看模子里还有啥，巧克力，一层奶油，看看一层奶油，下面呢，咱们还得需要这个，再做上面那层巧克力。那你这样做呀？好吧。那么这怎么你现在才怎么细心开始做了呢？我什么时候不细心呢？这个呀，这个你没压紧。那个有点没压紧。有点粗心了吧？再说嘛，冰淇淋有一点点粗心，因为你没有摆好，所以这个也代表你粗心，对吧？然后压一下，真的压，看一层饼干。
看看好吃的饼干又出炉啦！哎，大家看一下夹心饼干呢，就做好了。看看今天我们做的一个汉堡，一个夹心饼干。还有上次做的哎，咱们下面呢，再用什么模子来做个什么东西呢？还有什么模子？嘿嘿，你看我做的多好，你看看吧，这个像不像一整个头太像？多了也不好看了，姑娘。整太多也不好看喽。那冰淇淋咱们做的不好，上次做的不好，那我再做一个别的颜色的冰淇淋吧。做一个橙子味的雪糕。有了，我做，我知道做什么了，给我一下那个，什么？这个？对，这个？不对，这个？你刚才拿的那个杯子，这个，这个？对，再给我一个杯子，对了，两个杯子，妈妈，你想做什么味儿的呀？什么呀？好吃的，好随吃。便，那你做的是啥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冰淇再重淋新做一也个是冰雪淇淋，糕。妈妈也是一个冰淇淋。那我就给你上面整成巧克力，黑色的巧克力，然后下面黄把它色。擀一擀。使劲给它捏一捏，然后把它打开呀！这回的冰淇淋挺好，咱们呀把这个边上给它修理嘎掉。看看一个雪糕又做好了，这回的呢，宝贝儿，这回的雪糕，这回的雪糕好看。看看这回呀，咱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雪糕。嘿嘿，我做了一个大圆球，也是一个雪糕，嘿嘿，做的雪糕。哎呀！你这上面都整的这些东西，到时候不把这全给掺和了吗？一会儿把那个黑色我拿下来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些雪糕，然后奶油饼干，还有呢，汉堡。看看我们这两次呀，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大家看看丰不丰富呀？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。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的视频。如果喜欢我们的，就请订阅我们，我们是光颜宝贝儿。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惊喜和玩具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